一零至二三年內香港嘅運輸吸引快遞業務及快線。今日嘅辯題係港府立法禁止二零零九後出生的人士購買煙草產品。對策新方為政方特別領銷員。正好相反，由於咖啡因無法如尼古的，令腦部產生多巴胺。
降職神就令診斷統計手冊費500，只列入煙草使用失調、咖啡因使用失調，亦需研究影響。至於致癌程度，焦油同埋酒精中越醇相差甚遠。按西南面大學醫院腸胃學教務長徐薩希2019年嘅換算，並測量去年香港煙民吸煙量及港人平均酒精攝取量，香港煙民平均患癌嘅機會係飲酒人嘅6倍。可惜一般青少年決定食煙之前唔會接觸醫學期刊做分析，相反發現使用成績害處不大，更令人相信禁止青少年成年後買煙可直接消除呢一種嘅誤解。最後想問下遊方同學，係咪支持避免青少年食煙成為煙民？如果承認嘅話，用咩方案最能達到今日嘅目標咧？多謝大家。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位，大家好。根據《煙火税等條例》，煙草包括中國屬煙、非正式煙草、香煙以及雪茄。而現時政府透過《吸煙條例》已經有限制，例如購買煙草嘅年齡、設立禁煙區等等，令買煙同吸煙繼續成為香港成年人嘅生活自由。然而，今年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倡議禁止2009年或以後出生嘅人購買煙草，以配合政府長遠無煙香港嘅目標。而我方覺得的確承認吸煙有所禍害，亦認需要監管。但根據乃哥大學兒科教授 Jennifer Wood 指出，青少年達到18歲，有能力去為自己做決定同埋嘅責任同埋能力。香港法律亦都認可呢個層次，即使行為有機會為自己帶嚟傷害，亦都會賦予18歲以上嘅成年更加多嘅自由。今日有方唔可以單純話因為今日吸煙有害去正立辯題，衡量辯題嘅標準就應該根據前終審法院非常人理事官李義所講，政府能否限制人民嘅自由，係要睇行使自由能唔能夠平衡到個人同埋他人以至社會嘅權益。而如果自由能夠係平衡嘅情況底下行使，政府就無權作出更加多嘅限制。而我方今日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迫使市民選擇自由，侵犯基本人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2條保障市民做任何法律許可嘅行為而不受干預，而買煙作為合法行為，本身已經唔應該受到干預。誠然，美國經濟學家波特波身體自主權係指充分知情嘅情況，人應該有為自己做決定嘅權利。而喺政府喺煙草上面嘅責任就係提供任何關於煙草禍害嘅資訊，例如喺包裝上面列出煙草嘅禍害等等，然後就應該尊重市民嘅決定。而當有方和方案最後係令到煙草完全絕跡嘅時候，本身已經超過咗政府應該監管嘅範圍。甚至根據美國政治哲學家張菲明指出，加法律家長主義。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同埋有足夠嘅資訊，佢為自己嘅價值作出判斷，即使行為對自己有害處啦，政府亦都唔應該介入。例如一個病人喺知道藥物嘅風險同埋副作用下，仍然要求醫生處方，醫生都需要順從其意願，同翻你今日嘅辯題啦。單純為個人健康好，並唔能夠成為主張選擇自由嘅原因。相反，政府今日嘅責任就係提供足夠有關煙草嘅資訊，就應該去尊重市民點樣去看待呢啲信息。更甚嘅係，即使我哋審視好似二手煙等會影響到他人嘅所謂弊處，亦都唔能夠參考，例如中國，亦都能夠參考中國大陸同埋泰國設立指定禁煙區嘅或者喺屋企釋放二手煙視為刑事罪行等等，確保行使吸煙自由嘅時候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嘅權益。換言之，唔需要透過最終禁止所有人嚟買煙達到以上嘅平衡。因此，今日有方同學冇剝奪自由嘅必要。第二，造成差別待遇，本末倒置。其實有方方案嘅設計之所以唔係一刀切直接全面禁煙，可能有方同學都知道現時嘅煙民嘅自由係需要被尊重，但有方方案執行上就淨係尊重緊09或之前嘅煙民，而09後嘅煙民成為煙民嘅權利，喺眼方眼中就突然變兩唔同嘅重要。香港人權法案第一條指出，公民應該享有嘅權利唔應該因為其出生因素等等而蜕變，而現時法律不論出生年份，允許所有18歲嘅成人買煙。但在有方方案就只會令到他人同樣都是成年人的兩個香港公民，其中一個就會因為會遲了一年出世而不被賣煙，造成今日活生生的差別待遇。即使違反了人權法案平等的原則，有方同學選擇了無視，最後令到原本有方不單止提倡的願景不能夠正立，執行上亦都會令到本身保護的自由出現不公。可見有方都是打著冠冕堂皇的為社會好的旗號，去到最後都是失敗的問題。最後想問有方同學，當今日煙草對於非煙民的禍害能夠保存在購買煙草的自由底下消除，
換言之，煙民係為緊自己去做決定嘅時候，有班同學仲剩翻咩原因去扼殺呢部分嘅自由呢？多謝各位。
問題而家咁嚴重，但係手段又唔係嚴，又冇一個相應嘅情況咧？因為呢個問題咁嚴重，所以我哋唔可以一刀切，我哋要喺佢哋預，我哋預防佢哋接觸之前，我哋呢個問題唔係點解呢個問題嚴重就唔可以一刀切咁講？呢個係咩邏輯？再者就有人再講話要預防，預防同一刀切其實係完全冇抵觸過。你今日你一刀切，我今日就係討論緊一刀切同過斷呢個分別。你如果今日你唔使用過，你如果今日唔使用一刀切嘅話，你個問題就延伸去到2009年之後先可以解決。方便環節結束，輪到政通
但佢今日透過法律嘅手段去強迫市民認同同埋跟從咧，就有問題啦。今日咧，有方同一副咧就問我哋，點解淨係點解唔寬鬆埋十八歲之前嘅人之前嘅人啦？正正就係因為今日十八歲以上嘅人先至有能力同埋有責任為自己負責嘅時候，先至要俾佢要俾翻呢個自由俾佢哋揀咯。並唔需要政府去透過法律手段去保障自己健康，所以咧，我方嘅做法先至可以平衡到市民嘅自由同埋政府想達到嘅目標。既然有方同學今日咁堅固，要罔顧市民嘅自由啊，破壞曬一切平衡嘅時候，有方今日點樣擔保政府一定能夠成功保障市民嘅健康呢？再講今日方同學第二個論點就係話誤導青少年啦。今日方同學拋出一份資料，就係2019年嘅一份數據，就係話今日青少年咧對於嗰啲吸煙嘅醫學信息不足。咁其實今日方同學咧，係咪對於煙包所謂廣嘅警告啊、教育工作啊，你係咪有個方同學否定緊政府做嘅上述任何嘢咧？嗱，好啦，有方同學就反駁就話，正正就係受到貧富影響。但我方面因為就係正正嗰班青少年人佢哋知道有呢啲食煙有啲弊處啦，然之後啲貧富受到貧富影響，而係嗰啲青少年十八歲之後嘅青少年，佢自己衡量咗個利弊之後，先至作出個選擇嘅時候，並且佢有責任去負責嘅時候，所以我方嚟講，咪要俾翻十八歲以上嘅人呢啲嘅自由咯。嗱，再講啦，今日有方法處理都提到可以解決翻二手煙嘅問題啦。咁其實我方咧都承認，無社會上無論喺街定係喺屋企，係的確有二手煙嘅問題。但係唔代表一定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做噶嘛，先至可以減少佢社會影響。例如家庭咧，就可以參照翻泰國推出嘅家庭發展同保護法啦，當中提及咧，屋企人吸入二手煙之後，會對家人身體同埋精神健康構成嚴重危害，係會當家暴處理。咁所以結論就係咧，當政府今日冇權限制市民嘅自由。喺除非影響到其他人嘅利益嘅情況之下，咁有課下一個辯位請答我。政府今日仲有啲咩原因同埋權力，令到佢一定要立法禁止，令到佢一定要剝奪曬呢啲十八歲之後嘅自由咧？嗱，嚟到最後啦，今日咧最重要係今日最重要嘅係咧，正正係因為吸煙自由同時影響到其他嘅情況之下非常之少，呢時候應該要繼續守護今日嘅辯題，應該成立多謝各位。同埋咧，有分學講話年齡歧視咧，但我哋其實見到就係
原來很多不同的政策都有不同的年齡上的限制，好像是賭博酒那些就算好像年15年的教育的時候都是定立之後都是定立政策之後受益的人應該是定立政策之後的人，所以有些今天跟我們說是因為之前有些人他們未必是受惠到這個政策，或者是因為有些人未必是即係個政策未必幫到我班人嘅時候，我見到就係呢個係本身政策定立嘅時候，必定會有啲人係幫唔到咯。同埋其實我覺得今日好搞笑，有方冇否認我方第二個論點啦，就係、是、因為見到嗰啲青少年見到嗰啲法例咧，會認為佢哋係即係法例都允許佢哋食咯，或者係佢哋大個咗之後，然後即係法律令到佢哋認為大個咗之後食煙咧就係個健康或者一個可以被允許嘅行為。有方都無否認，但係有方咧認為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但係有方嘅方咧又解決到呢個問題嘅時候，有方咪自相矛盾咯。謝謝大家。正方第二判免罰刑事有違3分0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二判免有3分鐘嘅罰刑時間，最好先係你同事。主席，裁判有一同學，仲有各位大家好。今日有一同學出嚟，有一同學主辯出嚟講話，保護公眾健康由原本咧保護吸煙市民個人啦，同埋其他人咧已經退咗得翻個人啦。我話咁再睇個人啦。有一同學今日講個問題咁嚴重、咁迫切，何方仲有措施？有一同學認為一啲都冇用嘅，現時嘅措施全部冇用，一定要禁煙。咁所以有一同學你個政策，何方一我都同你講咗好多次啊，你個政策都要好長時間。咁呢一段時間入邊都有好多人受害，有一同學點解要使用呢個政策？有一同學下一個辯出嚟要解釋啦。我咁再講，今日睇下有一堂同你講啲乜嘢。有一堂第一就話政府要希望禁煙，降低吸煙率，最後就達成無煙社會。話佢問我方係咪都認為要禁低要降低吸煙率，但同時間我哋又唔禁煙個矛盾。但錯喺嗰堂，咁我哋就係唔認為要禁煙我哋係唔反對政府降低，但同時間我哋係冇立場，我哋係認為要留保留選擇自由俾市民。有一堂好執著就係點解？有一堂好執著就話我哋其實自由都唔係完全俾曬，由18歲以下係唔值得煙。我同學主辯都俾咗幾萬數據話，18歲以上先有自己嘅能力去為自己做選擇啦。然後亦都有講過係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嘅組織都有講話，生活自主權係本來就應該被賦予政府係保權去限制，而咩情況下先去限制呢？就係、是、基於好似我哋大法官李儀所講，就係、是、話基於你呢個自由已經係去到影響到其他人、影響社會利益嘅時候，政府先可以去介入。咁我有從來冇講過對吸煙對其他人、對社會有咩影響，就係針對青少年。咁我咁所以有乜都要兩陣啦，講緊就再講青少年，我再睇啦。今日我話。青少年咧就佢好多時候就貧困影響啦，數據咧有一堂全部冇咩數據咯，同埋我想講咧就係青少年而家同埋如果有一堂真係覺得青少年係教育不足，咁就推人教咯，喺商做印多嗌人唔好買煙咯，咁但係經過青少年佢自己變咗18歲啦，佢有人嚟選擇啦，佢經過考慮之後佢依然選擇買嘅，咁我哋咪要尊重自由咯，就係基於頭先我哋嗰啲原則，咁所以有一堂都要解釋點解依然唔俾佢哋咧。再講有一同學擔心話係咪即係去攞毒品嚟做類比啦？就話毒品如果我哋禁盡量自由，係咪乜嘢都唔使禁咧？其實唔係啊，都係翻返頭先嗰個原則，就係你一個自由會唔會影響其他人咧？你行駛嘅時候，定係只不過係對你個人嘅有影響咧？毒品咧，所以有可能攞嚟做類比，因為毒品你食完之後精神錯亂，產生幻覺，你甚至會做其他傷害人嘅行動啦。但係吸煙你最多咪就係得有心臟病啊、有肺癌啊等等。咁所以有台呢一點都講唔過去啦。最後今日其實做各位啦，其實我嗰時咧覺得係習慣啲人生活遵守規則啦，唔可以為所欲為，例如黑過馬路等紅燈，或者疫情期間我哋有配戴口罩啦。但其實諗深一層，當我哋默許呢啲規則存在嘅時候，究竟限制咩收緊到咩程度先為適合咧？係咪可以政府可以保障個人名義去禁煙，然後遲啲就乜嘢都禁曬咧？各位，反方第二判決發言時間為3分09秒，無過時無需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不求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會宣布你嘅方剩餘時間，各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議員發言，而每一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環節結束時，將場人士發言又
食大食毒品呢啲係唔可以啊嘛，因為你食完之後，你一
接觸到嘅時候就會有，就會即時係會大呢個選項。但係今日你已經唔會啊嘛，所以呢個咪就係個分別，唔好再問人次聽啦。唔係啊，有分文化咧，原來肺癌同心臟病都係個人，都係個人分分嘅。佢係點解有咧？有啲人就因為人哋吸煙嘅二手煙而令到佢肺癌嘅時候，所以呢個咪需要你重視咯。呢個都係有方唔反對，即係因為有方咧話要從源頭啦。我哋翻去就見到原來毒品等啦，同埋酒啦，呢啲都係需要被限制嘅，所以我哋講嘅煙咪需要被限制。好啦，講翻二手煙問題，我方呢個問題，攞咗二手煙如果喺屋企嘅話，咪用膠袋處理咯；喺室外嘅話，咪用禁煙室嚟處理，吸煙室嚟處理。我方答咗你啦。再講今日有方今日有方講嘅自由嘅問題，我方主辯同你講咗，因為呢個法律加咗處理咯。有位同學就各位大家好，講咗成場，其實我都係究竟2009年後出生嘅人到底犯咗啲咩錯，導致佢哋有啲甚至未出世已經被剝奪生而為人平等嘅權利。人類係獨一無二嘅生物，就算喺呢間房入面，我哋都嚟自唔同嘅背景，有唔同嘅宗教信仰，有唔同嘅價值觀、唔同嘅身份等等，呢啲嘅嘢其實都會導致我哋作出唔同嘅選擇、唔同嘅決定。而呢樣嘢喺社會係十分之正常，甚至係唔應該出現，因為呢啲嘢係社會賦予俾每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嘅人嘅一個選擇自由。大家身處喺一個多元化社會底下，係容許我哋每一個人活出屬於自己嘅生命。但今日有班同學就舉出啲咩？有同學哋舉出話，貧富影響青少年佢哋啲接觸煙嘅問題，而去禁止個權利。有班同學。連市民最基本為自己人生做主都做不到，到最後只會變成一個大女。我同學，其實今日嘅方案就係咩咧？
就係好似個棵果子樹咁樣咯。因為佢本質就係個果實，佢本身棵樹咧就受咗污染，就係有毒嘅。咁啊，點解咁講呢？就係話，因為嗰個其實成場有班同學，佢嗰睇咧就係擔心青少年接觸，咁同學從來冇論證過成年之後接觸嘅問題啦。咁同學從來只係擔心十至十九歲好容易因為會影響而接觸。咁呢個其實喺現時法律底下，我哋亦都係唔俾十八本身已經係唔俾十八歲以下買煙啊嘛。咁所以今日有同學如果擔心嘅只係青少年嘅話，係咪應該淨係從十八歲以下一啲未有自主判斷能力嘅人去作出更多嘅限制，而唔係應該連住燒埋佢其他有自主判斷能力咧？因為呢一樣嘢，咁同學喺公面都承認咗啦。2008同2009年嘅人其實係完全冇分別嘅時候，點解佢哋要遭受呢一個差別待遇咧？第二就係嗰堂所講健康問題，嗰堂我哋講話青少年佢哋係食煙咧，係唔會係吸收唔夠資訊啦，同埋吸收係會罔顧自己嘅安全。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我哋要解決嘅問題咯，就係要提供多啲嘅資訊。而家政府都有好多唔同嘅政策，例如喺煙包上面整大嗰啲嘅禍害嘅標誌啦，加強教育等等呢啲嘅措施，有個同學一概唔睇，就淨係要講有個同學但係冇論證過點解唔俾佢哋購買係有一定嘅用處成效，咁同學從來冇講過呢樣嘢可以點幫到佢哋唔接觸，因為即係仲有個同學同我哋講咩，就話年齡限制，其實好多法律都有年齡限制，咁呢啲係咪年齡歧視咧？我剛其實成場都講過未啦，呢啲法律係有年齡限制，點解呢？就因為佢哋未夠一個有自主判斷嘅能力咯。因為呢點，我方重複咗好多次，不過都係話咩？十八歲以下嘅人冇食煙權利，咁係咪又係歧視咧？但係唔係，因為十八歲以下嘅人，佢哋未有呢個自主判斷嘅能力，所以就唔應該俾食煙權利。再者，咁學喺自由電台嚟講話，毒品、酒呢啲嘅問題都已經禁咗，所以煙都應該禁啦。但我已經我分別已經提出咗，就係兩者其實有一定嘅分別。毒品係可以係一定要透過源頭禁嚟去一刀切、一刀禁咁樣去完全俾佢接觸先可以解決到。但今日煙二手、三手呢啲問題係可以透過政策限制嚟禁煙區一啲好似我方所講嘅政策限制自由權去解決啊嘛。所以有啲同學其實今日蘇先生亦都講過。今日各五成，明日各十成。今日呢條政策其實從來影響嘅唔係淨係對吸煙，而係其實係會一直咁樣延伸嘅。今日飲房就算怪獸家長咁樣打住旗號去逼佢做呢樣做嗰樣，一句為你好就可以一筆到一切咁樣實行，所以變成你不成立。多謝各位。反方結辯陳，約為4-0票過國事無需扣分。最後係正方主。請方辯辯陳言，你都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掌聲。唔該，主席，我想問啱啱自由辯論咧，即係我唔知而家講會唔會太遲，但啱啱我印象中係正方辯辯係純粹我哋反方講嘢，覺得起咗身，但係冇講嘢錯翻，但係跟住。我有問嗰個問題，我問嘅就係請問18歲以下，你唔俾佢買煙係咪都係一種歧視？我有不斷問過嘅，你可以再問唔緊要，唔好意思。即係唔再改大家我嘅政黨有咩立場？不過就講咧喺中公應該先講，我哋唔需要降低吸煙率，但係之後要唔要冇所謂。即係結辯嘅我哋係應該要防止青少年接觸，所以話有方都係一直全場嘅啦，請到公調下得定嘅。有方嘅話就先開出就話係自由即係自由，影響到社會利益嘅時候就必須要管啦。咁而家見到二手煙成街都係，跟住佢身邊嘅人同成個香港環境嘅時候，咁請問係咪應該要管理有方嘅立場上？首先有方嘅最大嘅問題就係有方非常原始，要為支煙方執法最好。咁所以有方提出制裁廣告或者其他教育嘅手段嘅時候，佢哋足唔足夠咧？年輕人都有支持跟住咧，成街都係要隨手都係落街買咯，跟住就繼續開始吸煙，人接觸有少數咧。咁煙民就繼續向上升嘅時候，公衞心理有方嘅上網應該要去談論自由應該被拒絕嘅主要嘅呢個叫標準嘅時候，佢已經被二手煙所傷嘅時候，咁有方立場之下，我哋應該講咧。咁好循環幾十年之後，呢個叫吸煙率都係維持喺戒煙率都維持成，咁唔方咁佢唔進一步戒煙，因為佢吸煙率只會繼續向上升，而唔會繼續有個大幅嘅下降。所以有方嘅立場根本上係放任呢啲年輕人去接觸呢啲咁多二手煙，而係放住佢哋成為下一步佢哋需要去幫助戒煙嘅對象。
現行法案咧？可哥，而家我哋翻到去我哋嘅主線，就係問題香港情況好嚴重，移民不斷一直增加。今日我方見到嘅就係我哋輸入源頭生起嚟，再慢慢把所有嘅嗰啲移民污水帶走。今日有方立場，等於縱容一堆成千上萬青少年，用佢哋18歲嘅時候受貧富影響，望住佢哋染上煙癮廿年之後成為資深移民，再之後齋大筆手腳幫佢哋戒煙，非常可笑。同樣禁煙唔單單只需要啲政策推行，同樣唔代表其他禁煙政策需要中止或者唔可以推行。政府應該同時繼續教育、戒癮、收税等等嘅措施，以達成最佳嘅戒煙效果。今日有方都講過話係所以綜上所述，今日係最值得期待。政方
有少少捉唔到嘅，係嘛？咁變咗即係混戰啊，有少少就係譬如有時咧，我覺得佢喺攻變位都幾明顯咧，係咁問話，咁青少年使唔使撳啊？我其實係要撳啊，我即係喺反方嘅立場，青少年係要撳。佢哋而家講緊青少年都有長大嘅一日啊嘛，喺嗰一日唔需要撳啦。即係呢啲位我先係咪即係應該要講清楚俾評判咧？啊，正方誤解咗啦。咁於是再討論啊！即係我覺得今日就有啲人即係唔理佢嗰方面嘅用權啦，咁樣。咁呢邊係唔理佢嗰方面嘅啦，咁於有害啦，係咪啊？其實即係我點解要講人權啊？因為對方誤解咗啲乜，所以我而家問清楚你啦，唔該你答我呢一點，係嘛？就唔好泛泛而論，你又講石，即係你哋係咁講人權，你又係咁講有害，係嘛？即係其實我講一樣嘢係針對緊係邊樣嘢咧，係咪？咁當然其實即係呢邊就講得啱，即係長大後的青少年咧都要禁嘅，因為係咩啊？上癮就唔係一個選擇，即係 OK 喎。其實呢啲位我都覺得幾好，係嘛？咁但係會唔會推落啲就即係嗰啲醫療成本啊，係咪嗰一大扎嘢咯？同埋咁即係因為佢哋話好影響人就得啦，係嘛？即係又係有講咯，但係即係你問係咪好尖鋭地解到我覺得哇噔一聲，即係唔係咯？即係變咗你明啊？雙方其實個負面就有啲大家都係泛泛而論。常識性即係主辯咧，嗰啲唔似常識嘅，但係佢個副辯咧，大家都係流於常識性講啲我都知嘅嘢啦，係咪咁啊？好，呢個第一個爭拗點，去到即係正方都有提出一個爭拗點，即係拗啲現行政策。我會覺得咧，係咪啊？現行政策係處理緊現有煙民嘅問題啊。其實正方係想講嘅，你哋呢一個好明顯係一個全新、嶄新嘅煙民，即係一個 brand new 嘅一種。政策即係話，我哋講緊你做人咁多年，好少聽過呢一種乜哦，由某一年出生嘅人開始唔俾做啲嘢，哦，真係嚇，即係喺 capital 上我冇特別諗到有啲咩會咁樣定，係真係一個好嶄新嘅政策嚟㗎嘛？你呢個咁嶄新政策，唔係針對現有啲移民，係針對潛在移民，即係我覺得又係呢啲位可唔可以好清楚話俾我哋聽？所以對方對我哋嘅攻擊咧係有啲捉錯頭緒，因為咧你哋講嚟講係針對現在嘅移民，我方係想你嘅想處理嘅潛在嘅移民或者未來嘅移民啊。好啦，以呢個為基礎，於是我所以覺得點係咪即係變咗清晰啲，就變咗唔會話一種常識性嘅討論啦，係令我知道咦係喎。我哋需唔需要針對潛在嘅煙民咧？係咪咁啊？咁於是最後咧就講翻一句咧，就係話嗰個所以咧最後要嗱，當討論埋係潛在煙民呢個問題，其實引申出咧咪就係18歲以上嘅人嘅權利係咪人人要一樣啊？係嘛？即係最後其實又係大家有討論過，大家明有啲討論嘅次序唔係我 expect 係突然間大亂，你跟住講咗其他嘢，跟住人哋講佢。因為呢個又翻翻去啦，即係我覺得大家唔係好明自己原來其實有啲好強嘅嘢，但係你冇一個脈絡去討論嘅，好似即係閃星星咁閃完，我又講咗其他嘢。好啦，最後所以嗱，就係18歲以上嘅人嘅權利係咪一樣咧？係咪？即係大家變咗咧，原來而家討論咧就係18歲就係成人嘅權利一樣，所以反方就會覺得大家都18歲，點解20歲嗰個人可以成年19個就19歲嗰個唔得啊？最後其實靠呢樣嘢。咁我唔知嗱，即係咧，因為真係一個好嶄新嘅政策嚟嘅。但係咧，如果你用一啲現有嘅政策咧，我又覺得 OK 嘅，係咪有閃到幾下嘅？嗰啲咩20年免，即係12年免費入都係，咁會唔會有啲人都覺得咁我咪好蝕底咯？我就即刻記起我阿媽都有一個咁嘅情況，佢哋即係長者，見我呢個年紀都知我阿媽定係長者啦。佢哋當年65歲嘅時候咧，就真係啦，嗰啲咧即係免受台嘅生，我都冇得攞，好慘。咁佢哋好辛苦咁等到70歲啦，係咪？終於有得攞啦！佢哋一到70歲嗰年咧，政府就宣布，而家我哋生果金降到佢65歲都唔知咩免審查定咩啦嗰類嘢啦，跟住佢哋就覺得好穩，有冇搞錯？我等咗5年先有得免審查攞你個1000多蚊，係咪？即係而家後生我5年嘅人都有得攞啦，我覺得嗱，即係類似呢啲嘢啦，係嘛？即係係嘅喎，咁對於我阿爸阿媽嚟講，咪就係、是。我當年65歲都冇啦，點解而家呢一代65歲嘅人有得攞啊？我覺得世界上就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問題。消嗱，跟住原先咧，你哋都講過係嘛？消費券好似講過一句係嘛？我都覺得消費券定係點啦？即係呢一代會唔會係咧？你都明白啦，大家同班同學都係噶嘛，係嘛？有個同學唔知當年即係臨個班又好，或者即係總之佢大啲錢入學又好啦，係嘛？佢18歲。
佢就攞到。好啦，跟住有一個詞，佢一日生日，跟住佢就攞唔到，但係佢之後都會變十八歲噶嘛。咁即係嗱，譬如呢一啲，會唔會就係話，所以用到嚟解釋係啊，有啲嘢就你大家都十八歲，但個權力係會唔一樣噶喎。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難完全對應嘅，因為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完全爭新政策，但係就係即係正反咁樣嘅嘢，即係反方舉到出嚟，等我哋又諗多啲，後面因為令到反方即係就連即係可能唯一嘅論點都冇埋咯，唔係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今日緊湊嘅，咁所以都係勝負我嗰票啦，幾分之差咁啊，即係就再交俾兩位評判啦。所以即係
我覺得反方其實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這樣去講的，我們都會同意的，就是這個又不是去到說極端到一個即係好似吸毒啊嗰、那個水嗰、那個嗰、那個程度，但係我就係要聽你點比較，係啦。當你比較唔清楚嘅時候，我有可能唯有就翻翻到我哋本身一個價值觀，即係我哋覺得邊樣嘢本身係重要一啲，係啦。咁但係始終呢樣嘢你又有嗰一啲數據去資料去支持，反而對我嚟講，我未必係好聽你講嗰啲即係。是不是完全個個一模一樣嗰樣嘢？你要說服到我，因為我會覺得很多政策可能都係錯。你其實你點解零九後先出係？可能你都可以包裝係對你有利的一樣嘢嚟㗎。因為你針對緊嗰啲唔係依家已經吸緊要戒煙嘅人，或者嗰阻力有幾大先？我唔俾你一已經成咗癮嗰啲人，我一個其實佢嗰邊係我講得好好啊。講緊係被預防啫嘛，你依家講緊零九後都未接觸過，係咪？如果當佢冇吸煙，佢冇成到人，我要去阻止佢去吸煙嘅話，呢個係容易好多咯。係啦，不過你話係咪零九、零零八、零零七，我又唔會喺嗰個位同你爭著啦。係啦，即係你要期望我會聽佢哋，我係聽緊嗰個理念，即係你帶出嚟嗰個理念係呢樣嘢。咁我會去判斷究竟你真唔真實買得到你講緊呢樣嘢係好重要喎，對面講咩公共衞生嘅嘢。不過我覺得個後場其實反方係拉翻翻去講翻清楚嘅，正方可能認唔到嘅，係啦。但係開頭其實你係弱勢，對我嚟講係啦，咁所以都係要睇下個結果係點樣。係其實兩邊都有做得好嘅地方，咁啊，繼續努力，唔該。最尾嗰度同學都有講到話，其實我哋現有嘅政策咧，
其實未必要到即係用到呢條條例啦，因為你哋都有講到好多實際嘅現行嘅政策有利嘅地方，但係你就冇支持到，即係冇任何嘅數據或者理據去支持到現有嘅政策，佢究竟個好處有冇喺度咧？咁係咪有喺度嗰陣時，係咪就唔應該再去成立呢個即係條例去反駁對方咧？咁我哋就可以去睇翻，其實可能喺最尾你哋保護自己嗰個位置嗰度個資料，或者你哋演繹個方式未夠，即係保護拉翻翻你自己個即係主線嗰度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再加強嘅地方啦。唔該曬，張老師。而家由我申報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正方一副黃富林同學。至於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為兩票，反方一票。換句話講，今日勝出嘅係正方特上梁思遠。